来，今天是初四啊。初四，大年初四、啊。我们要上什么片？初四啊，阿伯，没片这是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虎虎生风。哎、欸，准备开工。今天要上我们去年一整年还有什么事情没有抛出来的？有拍开头，你说多拍了十几支，然后完全都没上来。对，我们把它剩下全部精华一下，总结一下。全部的库存这样。一个算是暖身准备开工的心，然后让大家一起回顾我们整个去年啊牛年，哎、欸，好不好？牛年是多么的欠了一堆债，那继续看下去 ，Go。今天是22号，对不对？今天23啦，今天23，今天3月23号，明天3月24号，知道什么吗？哥吉拉，好不好？哥吉拉大战金刚，我们今天抢先前一天。就来媒体试映会，地点就在国宾，耶、yeah ！票在吗？有了，有呢。大家看完再跟大家爆雷 ，Go！ 没有用是不是？没有用吗？没有，就关静音了，太吵，有很多台。哎、欸，我们干嘛饮料、欸？哎，我要看智车带什么好料的。怎么是包玩具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看，哎、欸，阿杰买的、欸。什么？黑豹 是阿杰嘛？对，我阿杰嘛，黑豹战士，好是哦，你觉得可以？爽哦！我但喜欢金刚啊，那金刚整个身形长得比较像人类。2 hours later， 看完了，看完了，爽，一定要去看，真的太爽了。我觉得蛮智障的。不会啦，就是可以看到，就是很拟人化的表现。那记得大家今天去看，看完太兴奋了。那我们现在回工作室，直接马上做，马上开箱，马上做起来 ，Go。然后就没有了。严重了，出大事了。你没有看过3个站板的纸箱吗？进货。YouTube 竟然送我这个哎、欸！多少？我们现在成为哇，还有 T 恤哎、欸！哇，这个把它往下。这样嘞，他说他会拉过来这里。哦。你想要打盲啊？我今天要拍摄的，看我被逼的、哦。这样拆一个板车哦。等一下，我叠不了了。还有刚早上有整理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那全副武装的智人。这样，你不是说你最近在练身体有壮了吗？壮，哎呦，有呢哦。好啦，就是这样，每天的行程。然后这些纸箱又在一个月内又消失的，加油 ，Go！
然后就没有了。这谁的？这个太肥了，我不喝可乐。来，我找一瓶就好。啊，整个精神都来了。今天我们要开箱什么东西？其实我们一直在拍片的过程，一直想追求更快速、更好的相机。当我们买到更好的相机的时候，发现电脑跑不动。那电脑跑不动怎么办？这就是要换电脑。我们之前研究了一下，如果你要组一台 PC， 你要买什么显卡啦、CPU 啦、记忆体啦、机壳啦，巴拉巴拉巴拉。好，那我们隔壁棚啊，他增加设备，光电脑设备他花了150,000，我们拼不过，我们没那么多钱。我今天的计划就是，我们用1/3的预算可以超越他10倍的流量，超越他10倍应该很简单了，随便我们就超越他，随便就走几千、他搞不好10,000，他没有了，现在没有10,000。就让我们试试看，没错，今天我看的就是这个，刷牙，固态硬碟好不好？怕什么 ？OK， 我们今天要开的就是，一台新的 Mac Mini， 也是给我们的摄影师用的哦，全新的，第一次买 Mac Mini， 因为我自己使用有用 MacBook Pro， 然后有用 iMac， 上网看了很多人讲，现在最新的 Mac Mini 它有多厉害多厉害，我们待会一一跟大家介绍，那我们就直接开箱吧，这很重要。这是 Mac 才有的这种可以拉的，你有几次？你人生说不定就这一次买 Mac 嘞。我之前买的还不是这样拉的。哎呀，是啦。是不是帅？香哦，香哦 ，Mac Mini 哦，它怎么没有那种可以直接这样像 iPhone 一样这样？可以啦。这第一下让你开了，来啊，快点从后面拉出去了，拉出去。哎呀，哇，你看这个冠老板终于想通了，哇，你看整个外观有没有黑科技？就这样，一个像便当的大小，搭载了最新的 M1 晶片，好不好 ？CPU 直接是 M1， 然后我记忆体拉到了16G， 硬碟 SSD 是512了，哇，真的很漂亮。这边就是它所有的一些接口，然后一个 HDMI， 然后两个 Thunderbolt 的接口，也有两个 USB 接口，然后这电源线，就这样，非常简单，主机就升级了。以前萤幕怎么可以呢？一个一个跟大家讲，我又买了哪些东西，就不小心就花钱了。它的一个分享的 Hub， 因为它这边的 Hub 分享孔太少了，直接雷蛇，无线鼠键组，加油！好啊，有线的，有线的，就是这是雷蛇等超久的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全部等最久的是这个 ，OK， 哇、我们要配得起这个主机，我们就直接换一个曲面萤幕，34寸曲面萤幕，不是曲面萤幕，哇，你看这个腰线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跷跷板哎，跷跷板哎，哇，就这样，这样可以。哇，所以到现在还不知道它这个东西是到底可以干嘛？可以，到底有没有用？可以啦，我跟你讲，可以。你看这个就非常简单，看哦。有没有？苹果的这个。信仰的声音启动啊，没有讯号啊，不是 HDMI 啊，看，靠背哦，坏了，靠背哦，是什么？没事啦。那刚刚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知道？刚刚就是一种神秘感。它会说话哎，设定哦，它里面有喇叭哎。如果要以繁体中文作为主要语言，请按下 Return 键。Return 哎。Mac 的浏览就是 Safari， 那 Safari 通常我用干嘛？你知道吗？下 Chrome， 用来下载 Chrome， 干嘛？好像科技白痴，然后硬要跟人家用什么3C开箱，那根本没像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现在基础设定都完成了，就请我们同事来测试看看，后面再跟大家分享心得。现在有个问题，是怎样？出事了。来看一下，这不行啊，这萤幕不行啊，这坏了。
是萤幕坏了，干这假的啊？干是闪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是萤幕坏还是电脑坏？你上网查，上网查就是要换新的。如果你用的 HDMI 线太烂的话，它会没办法传输的很顺畅，会像这样子。假的啦，一直闪。Yeah， 我这个是接，哦，这也是 PS 的 Apple TV 的。哎呀，哎呀 ，Beautiful。你把线整一下好不好？你这个线，我这看真的。然后我就还没结束。洁癖大师。还有个问题啦，现在这个键盘不是苹果的，算是 Razer 的。你在演什么？你看不起 Razer 是不是，啊？不行，这全套一定要苹果 N1 的晶片，一定要配苹果的键盘，好不好？这样才潮嘛。你话说完，键盘就来了，这键盘买起来，这再买，哎哎哎。对啊，你不要你要干嘛？你要运镜哦。Magic Keyboard， 你最好这个画面给我用进去哦。我直接让它悬空在中间呢。哦。哎呀，哎呀，全新的，我先记录一下哦，现在全白样子哦。哎呀，好薄啊！你没拿过 Mac 是不是？我没有拿过那么薄的。哇、哦、哇，这个大概0.03啊。0.03，蝴蝶键、Command， 然后还是快捷键啊？对，然后。一般 PC 的键盘是没有的，就它不是通用的话，就可能设定上会有一些不顺。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本来想说哈，不然找一个通用键盘，可是想一想，到时候又不行，又被抱怨。你看做老板多辛苦、啊。这个键盘来，我们记录一下。这个键盘用了，这个键盘只存在在我们公司三天就死了。键盘好了，那再来嘞。再来，我们就来测试看这个 N1 晶片到底跑影片跑得顺不顺，有没有比以前厉害。够、okay. 够，不要再没够够了。然后就没有了。Mac Mini 赞。那终于要煮哦。终于煮起来。哎、欸，这个超小的哦，它里面装1000片，通常1000片，你看它这个尺寸是38×26，所以基本上就大概比 A3 大一点点吧。所以就那么小块，然后切成1000片，所以里面颗粒一定非常小。然后我们直接开箱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当初我们买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有钢弹的图案，所以哎。欸，我们来挑战看看，它这是什么画面？这是什么画面？这就是，我看到你不爽，我就踢你的画面。就下雅踢那钢弹的名场面呢、啊？它上面其实这一些比较多肌理可以去拼，不会像如果是比较古早的动画，那颜色就比较平，那它那更难拼。哎，超小哎、欸，这么小，可是这个牌子的拼图啊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这边。它这边有帮你背后有可以大概分成几个区块，它就有做不同的图形，所以你从背面的图形可以大致上先做区分。对，我们是不看的啦，我们这个就是直接真的来，然后它有附一包胶水，所以我们就是超迷你版，我们直接拼图组起来 ，Go。Bien, eso es lo que digo, pero me duele si respiro. El problema no es que hoy en mayo. 这片子怎么样？还不收吗？等一下豪哥要来欸。哦，感觉快进入状况了。可是怎样？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把最严重的拼完，这是钢弹的部分。然后夏亚萨克完全的，你看钢弹整个差不多了。盾牌。钢弹的部分。然后你看这些有编号有字这种比较好找，都找完了，完了剩下的都长得一模一样，剩下完全都一模一样。先休息一趴，等下豪哥来，我们再继续。然后就没有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乔老师，今天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非常美颂，因为我被诈骗了。因为像我们习惯网购的人，或者是尤其是最近因为疫情的问题，所以大家很依赖网购。所以大家很容易就会把个人资料啊，或者是你的习惯取款的一些超商资讯，就会外流。我今天收到一个包裹，因为我们时常都会去领公司的退货包裹，或者是这个购买网络的包裹，然后所以都跟店员很熟。然后店员就说：“哎，今天有一个包裹是你的，然后要多少钱？要我付590块这样。”然后我想说590，那可能也许是我老婆买的吧，就拿回来，就这个包裹。然后我想说这是衣服还是什么，我就先打开看。结果我打开，不对啊，这不可能是我的东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看，这上面是 XL，
XL 不可能是我的，我是三 XL 的人，我是三 XL 的男子，怎么可能穿 XL？ 然后我说要590，这资料很烂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印刷，也没有什么授权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素题，也许上面写寄件人是瑞义航，然后我就查了这个以后，在 Google 上找了以后，就发现还蛮多人是受到这种算是一种诈骗嘛，所以现在提醒大家就是，如果你买东西一定要确认好，到底有没有买这东西，因为其实590的金额不多不少。可是骗人的没送，重点是在给我给错尺码，好不好？他就是粉红色，这个我哪穿得下？穿完就变假面骑士，真的很夸张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。我买东西太多了，我任何东西都在网络上网购啊，除了玩具以外，我其他的生活用品都在网络上网购。最后啊，就看大家有什么被这种网络诈骗经验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，然后让更多人知道。大家赚钱那么辛苦，这些钱应该花在刀口上，太可恶了，真的太可恶了。你完全看不到我心中的怒火，因为我自己也看不到，那太可恶了。就这样。这是什么差了啊？对啊，这是什么差了？这是哪一国的差了？这是什么差了啊？这叫差了。不然我现在试穿给大家看啊，你看啊，这什么尺寸？这像话吗？你看我的背，我这。他尺寸也要考证一下，好不好？太夸张了。然后就没有让它这样腾空就不会变，滑还是这？是吧？错哎干完了！脚嘞？错赛！错赛！你这样一讲，我好久没看到天线了。啊，自己做的。
然去年没有白活。你看，我们除了去年正常有上片，就是各位有看到上片的内容以外，我们还多拍了一些废片。没，这些废片的成本也很高呢。我们这些是已经觉得 OK 可以拍试试看，拍拍看片头，然后就烂尾。可是我们没拍的，你看看，你各位看看，你看看这么多整面墙。整面墙都是我们选好的素材，想拍可是没有拍的。好，接下来新的一年，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期望，就是也希望我们可以更加的成长，除了身体上的重量不要再成长以外，不管是我们未来的流量，或者我们的频道的订阅数啊，或者是我们做出更好的影片，都希望各位好不好多多支持，然后帮我们订阅一下我们频道，然后追踪我的 IG， 然后加我们的 FB， OK。那还想看乔老师看上什么有趣的影片，欢迎下方留言让我知道。恭喜一次大家新年快乐耶、yeah, 接下来一年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平安。那我们开工见咯，拜拜。